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山东的一位普通参与者，我是青城岁月。在2015年的9月28日，我在系统提供了帮助，人民币5万元。在2015年的10月15日，我申请得到了帮助是60,150元，其中包含了75元系统给我的领导奖励。很高兴参与到这个平台里面，也很感谢马弗罗迪先生创造了这个平台，大家参与进来，公平公正。我希望平台的会有更多人参与，平台会发展的越来越好，我也会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份工作，好好做下去，努力宣传 SM。谢谢大家。